齐备用上。您有吃过会吞云吐雾的火锅吗？施展气功就可以看见好料，耍起肉剑的我可以演武侠剧了吧？太家好，爱嘿美森，今天带你们到台中有着浓浓中国风的人气火锅店喜真家。气派的大门里蕴藏着传统的古典美，洪亮的招呼虽然我至今还是听不懂，但是给人宾至如归的感受哦。这里的锅物汤头都非常有特色且讲究哦。这锅孟婆汤加入酸笋，汤头清爽，视觉效果极佳。还有这个双剑合璧的肉盘和少见的螺蛳粉火锅，居然还附上道地的炸弹，真的是超级过瘾的哦。不得不说一下，他们家的肉盘哦，分量真的是很够，绝对可以让你们吃得饱饱的。当然，除了这些基本的好料以外，他们还推出了卤肉饭和油泼面哦。这个辣度和香气非常的有感。而且还有我很喜欢的百花油条，酥脆的油条包入满满的鲜虾花枝酱，上头的凤梨酸甜解腻，非常开胃。喜真家是我很喜欢的一间火锅店哦，从环境到餐点都让我印象深刻。